就像前面满是荆棘，我们没有路。应该是，对。但是我却要一直的走下去。行吗？谢。啊，高平。
就还是到那个。哎，对对对。停，好的，我求你，我最后一次求你，我从来都不肯这样低声下气的跟人说话，可是现在，我求你可怜可怜我。今天一天，我在这个家受的罪，你是都看到的呀。这种日子，它不是一天，以后将会是整月的，整年的，一直到我死才算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的父亲，他厌恶我，他知道我知道他的底细，他怕我，他愿意人人都看我是怪物，是疯子啊，平。你别说了，平，我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一个可信的人，我求你不要走好吗？不成。现在的年轻人
跟工人讲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，好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儿。你知道什么是社会？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？想当年我在德国念书那会儿，可自命比你这种半瓶子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的多。翻译，把药喝了，当着这么大孩子的面儿。冲，把药端到母亲面前去，说，请母亲喝。翻译啊，这当了母亲的人，应当处处替孩子着想啊。就算你自己不保重身体，也得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啊。林峰，你走慢点不行吗？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到我们排练场不许叫现实中的名字，你叫剧里的名，叫乌鲁布韦。鲁智平同学，你看今儿啊这都没人呢，赶紧进入状态，排练排练的。你瞧你那美的跟捡了钱似的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别这么早来，别这么早来，你有那时间多读点书不好吗？鲁罐看书看书，天天看书，你问你问你，趁现在大家都没来，赶紧把自个儿。你要知道，咱们跟别人可不一样。有什么一样不一样的？咱俩演戏能比谁差？要不是高中的时候，我爹拦着我，我现在不早什么角了呀？你到底排不排呀？我不排，要排你自己排去。排。这戏都排了三个多月了吧，人越排越少，戏还越排越慢，这啥破条件？你不排就不排，马导演干嘛呀？本来就是嘛，就你傻，没点脑子。他大四都毕业了，马上就可以回国，这个戏排成什么样？他拍拍屁股就走人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咱们可不一样。咱们电视剧组里所有人都不一样，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，还得想着考研找工作。呀，你可长点心吧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咱们再不考研就要再等一年了，我都知道，不用天天这么反复的提。你知道还这样，还一门心思排这破戏。我跟你说过，演雷雨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，要不是高中的时候我爹拦着我真能考上中戏，我信我自己，我天生就是演戏的料。排戏是我的梦想，在这里大家都是来帮助我实现梦想的人，只有在这剧组里我才能感受到温暖，感受到我自己的价值。
对对对，没有错。这个鲁贵呀、啊，是京城点头哈腰那类人，但是啊，他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。他呀，有自己那套精明算盘。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呀，他智商高得很呢。你其实说话还挺有趣儿的。大家都这么说。哎，你先坐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鲁智祥，有鲁妈，咱们一家人就算团聚了啊！高兴吗？喂，梅姨啊，你打电话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找到了演四凤的演员，绝对棒！什么？你今天不能来了？为什么？陪男朋友？好，行。那你好好玩啊，明天别忘再来排戏啊。啊，好，算了。什么人？樊姨的电话跟我说呀，今天陪男朋友不来排戏。哦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雪瑶是我们新来演四凤的演员，你们都认识的吧？来，雪瑶，这是你的剧本。那你们谁跟雪瑶对下戏，找找感觉。导演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好，你过来吧。鲁贵，你跟四凤去对一下戏啊。哎，好嘞。啊，导演，我觉得咱们这个戏得停一停。为什么要停啊？再过几天，我跟鲁贵儿就要考试了。我当多大不了的事儿呢？不就是考试吗？大家不都要考？不是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这都第五年了，再不考 GRE， 真的来不及了。所以这个戏对你们影响很大吗？嗯，他呀，天天就知道拍戏，一点书都不读。到了排练场还要排戏吧，他出了排练场还补着剧本，在那研究人物，我觉得他都要迷进去了。导演，哎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啊，来吧。视频，好不好会？好，开始。我可忍了好半天了，我先跟您说下。妈可是好容易才回一趟家，这次也是看哥哥跟我来的。你要是再给他一个不痛快，我就把您这两年做的事情都告诉哥哥。我怎么了？喝点赌点玩点这三样，我都快五十的人了，我还怕他吗？我才懒得管您这些事儿呢。可是他每月从矿上寄给妈用的钱，您偷偷的花了，他要是知道了就不会答应您。他敢怎么样？他妈嫁给我，我就是他爸爸。哎，你小点声，太太在楼上养病呢，这有什么喊头？哼，我跟你说，我娶你妈，我还抱着大鬼去了呢。你说我这么机灵个人，这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，哪个不是我鲁贵呱呱叫？哎，来这里不到两个月，我的女儿就在你公馆上找着事儿。就说你哥哥没有我，能在这周家矿上当工人吗？叫你妈说还行吗？就这样，你哥同你妈一个劲儿不赞成我。这次回来呀、啊，你妈要还是那副寡妇脸子，我就当着你哥的面不认识他，说不定、啊、就离了他。行。哎，导演，我还有个没事儿，四凤，你先到后面休息一会儿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导演师傅，我刚才哪儿演不好了？你呀、啊，演的挺好的，别钻着你那个戏了。我想跟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儿。你看六月份了，你马上也要考试了。我的意思啊，先把这个戏停一停，先把考试过了，这是大事儿。导演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啊。王思敏。你问导演想什么呢？他没瞎说。这学业呀，的确要比这排戏重要的多了。你一个学位证是人生大事儿。导演，我心里有数，
天看书看书，都把自己看成副广府脸子了。就是，不要老和我扯到一起，我要演戏。你现实点儿，你知道这考试对咱们有多重要？我知道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我跟你说过，演美女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。梦想，梦想，你别每天老拿梦想这两个字骗自己好不好？说到底，你都算是一个大五的学生了。你现在不找工作，没有人帮你找，以后没有人瞧得起你。什么瞧得起，瞧不起的？我要别人瞧得起我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高中的时候，要不是我爹拦着我，我现在你就早上中戏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不是还是没上吗？你现在排这个剧有什么用呢？就算你演得再好，也什么都证明不了。更何况这还是个没准不能上演的剧，你就为了这么一个不能上演的剧，花费你的时间、精力和前途，你值得吗？我值不值得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演这部剧，就不是图它能上演。我就是喜欢，我喜欢每天在这儿排练琢磨角色。我从小到大做的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这个。如果你要真喜欢我的话，你就别拦我。好，我不拦你，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，我看你什么时候醒。你天生就没出息，你谢里谢外，你都没出息。导演，真没事儿，我自己心里有数呢。啊，他又不是说错了。哎呦，赶紧追他去吧，干啥呢？行行好。哎，导演，千万别让我拍戏啊！是的，快去。一个两个不都是受虐狂？也许吧，反正你肯定是个受虐狂。你说认识你都三年多了吧，你可一点儿都没变啊。你这话说的亏不亏心？我至少变帅。哎，你说其实我一直都搞不明白，在学校里做戏过把瘾也就算了呗，可是谁像你呀、啊、死拽着都不放，你说你到底图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大概呀、啊、脑子不好使，做什么事儿都是拿得起放不下。除了我，谢谢你今天过来帮我穿角色。哎呦，你可别忘了，以前我也演过戏的，而且啊，谁都说我比你演得好。忘不了，忘不了，哪能忘啊？当年学校设的社花，人长得漂亮，歌也唱得好，戏演的也棒。当年那一首《流年》呐、啊，把台下小男生电的是七荤八素，场面一度横尸遍野，惨不忍睹。现在想起来，浑身鸡皮疙瘩。哎，你就尽管笑我吧，就你那样破嘴，难怪三年都做不出一场戏来。我看这是天在罚你呢。但自从那次比赛后，我也再也没唱过《流年》了。是啊，我也好久没有听你唱歌了。要不然，现在唱一个。想得美！快唱，快唱，快唱！
书吧。瞎说些什么玩意儿呢？老婆说你这是撞到了沈家的夫人。哎呦，看看你这身儿，你还说我？你才是糟蹋了谁家的姑娘吧？怎么回事？真正的勇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艰辛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与其窝囊的憋，不如的大胆说出去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，要生得不逢，死得不大。你可拉倒吧，追个女生话还那么多，一套一套的。话说，不是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请坐。知道他的，但是昨天我跟着他，亲耳听到他和他男朋友说分手。他和他男朋友分手了？为什么？他男朋友不让他排戏，所以。哎，跟你说事儿啊。啥事儿？说。世腾啊，昨天跟我吵了一晚上，还是没能说服他。一会儿啊，过来，赶紧劝劝他，让我们去排戏啊。是，不排就不排了吧，多重要啊！哎，就是半死不死的戏，一会儿，还是让我想想怎么追烦你吧。大老爷们儿，被一女的迷成这样。就你呀，你来了，你来了，来了，啊，那个川野，我有话跟你讲。哦，什么话呀？川野，我，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去准备。等一下，川野。我喜欢你，你做我女朋友吧。不是周总，你今天来这样的。我考虑了很久了，我现在还在这个剧团，我都是为了你。可是我有男朋友呀。你们不是分手了吗？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分手了？我昨天看你不高兴，我跟了你一天。你跟踪我？我最讨厌别人干涉我的生活了，你竟然跟踪我！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喜欢你而已。喜欢我？你喜欢我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我能让你开心幸福。我现在已经很开心了，你还能给我什么呀？对，我是跟我男朋友分手了，因为他总不让我干这个，不让我干那个。不过我现在好不容易自己一个人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和你就只是周平和周凡一的关系，我不想在戏外再和你有什么瓜葛。这个花挺难送给别人的，这个戏我也就不排了。欢迎。拉好了。梦想，
都是借口。你在逃避？你以为你上了舞台上，你就不用面对现实了吗？你以为你背那么多台词，你就可以改变你的角色吗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你可以有梦想，但绝对不是这部戏。这部戏是肯定没有结果的。结果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？你就不能为了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吗？我实在是受够你。今天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是要拍这个戏，还是要我？如果你还是要拍这个许戏，那我们就分手。这两天一直在读这封信，我的母亲写信给我，说我的父亲为了帮我攒学费，每天出去应酬，每天出去应酬，为的只是帮我攒那点学费，甚至都把自己的身体都喝坏了，还是不停地去应酬。可是我呢，一边拿着父母的钱，一边排着这一部我不知道能不能上演的戏。我每一次拿到他们寄给我的钱的时候，我都特别特别的内疚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我很喜欢这个舞台，我也非常的喜欢演戏，可是呢，视频说的对，人不是自己想做就能做的。咱吃饭去。哎！
你们记不记得上部戏啊？上部戏有人拍桌子砸碎了六个玻璃瓶子，我说什么然后这六个玻璃瓶子还都是找陈思明给报销的。哎呦，好不容易给次赞助，全爆瓶子了。咱们选剧也是有意思。上一部排练的《捕鼠器》，这一部排练的《雷雨》，每一次都有一个人被绿。上一回这货把人给绿了，这一次是他俩把我给绿了，什么鬼？这么着吧，我呀以一个导演的身份敬你们所有人，感谢你们三个月以来对我剧的照顾。今晚过后大家该干嘛干嘛，来。我也想放弃，但是每当我想到放弃的时候，我心里那个某个角落真的就会疼。我再一想到我以后做任何事情那个角落都会疼，而且都会黯淡无光的时候，我就怕了。排戏是我这辈子做过最美好的事。导演，又在这吟诗，走走走，咱喝酒去。哎呦，坐。啊，导演，要我说呀，你难过的太早了。这个戏咱们还得接着排呢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为什么？你喝了酒开始胡话呀你？这戏有必要排吗？怎么没必要？你知道雷雨有多牛逼吗？那在国内。都演了不知道多少场了，那每一场台下的掌声都喊了去了。你不知道那演员在台上有多风光，风光都是别人的，你以为我们也能那么风光？可以。那风光是次要，最主要的是我小时候看过一次现场。是我爷爷带我去，我爷爷特爱看雷雨，特别疼痛。当年看完就跟我说，说以后一定要自己多演。没想到你还挺孝顺。那当然。那叫你爷爷来，我们现场也给他看。叫什么叫？我爷爷都走了不知道多少年了，我上哪儿照去？不说这个，我喝酒。你们倒是这么来。哎，别别喝。哎，周平，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啊？你是真喜欢我吗？那还能有假？你要是真喜欢我，就跟我一块把这戏排了。你敢吗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导演，咱把这戏排下去吧。你喝酒喝傻了。排吧哈。那都几月份了？六月份，你们一个个不考试了，不毕业了，这个剧我是排不了的，留给你们下个导演排。导演，就得你，就欣赏你。
我也想拍戏，不要学位了，不要。我，你可拉倒吧，你就是喝大了。跟你说的，不排了，不排了，不排了，都他妈四年了，我没排出过一部戏，我不服。导演，你不就是想排这部剧吗？你不就是想完成你这个梦想吗？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给你排，我们给你排出雷雨，完成这个梦想。好吧，拍戏，好吧，拍戏，我把我们拍的一场，来，我们有周平，有司凤，有鲁过，烦你。大海。他们并没有因为一晚上的疯狂而在一起，
那天晚上所有的热情都像是在梦里发生似的，醒来之后完全的不真实，完全的失去重量，变得没有体积，没有形状，只在每个人心底的某个深处飘飘荡荡。也许有一天会击中，也许永远不会，只是导演最后还是走了，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依然没有实现。雷雨最后也只能是有雷无雨。感谢大家来观看我们熊猫剧团的新剧《有雷无语》。距我们熊猫剧团成立马上也快两年了，而创立我们熊猫剧团的老成辈们也马上就要毕业了，还有一部分人是已经毕业离开了的。如果观众们记得我们上一部剧《捕鼠器》和上上一部剧《武林外传》，就是这些老成员们的努力。我们这部剧就是要献给我的前辈们，感谢他们一路为我们创立了这个社团，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来追求我们的爱好，也感谢他们的付出使这个平台变得更完善更美好。希望他们毕业后出了很多，为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努力，也谢谢他们。然后我们这一期的新剧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想留下来跟我们演员们合照也可以，然后跟大家聊聊天。